老二啊，知道跟哥坐地的下场了吗？哥吃着必须让你看着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你们两个干嘛呢？啊，没事，二叔，我教育他呢。个兔崽子，还收拾不了你。来，你闻闻，你闻闻，想吃啊？做梦。朋友喜欢玩机车，拿到牌照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神情很复杂。嘿嘿，快装上吧，我感觉跟你的气质很搭。骑上它，你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。加油，奥利给！嘿嘿。别以为关住门我就出不来，我会开门。我出去溜达一圈啊，中午不用做我饭了。这袋鼠很温顺，很好相处啊。那些袋鼠揍人的视频都是假的吧？你干嘛？劝我就挠个痒，看把你们两个吓的。我了个去，不得不感叹家乡的发展速度啊！我才出去一年的高铁站都翻新了，真气派啊！哎呀呀呀，我操，我下错站了，年还没过完都长了20斤肉了。今天终于让我找到发胖的原因了，哎呀，防不胜防！大中午的，这谁家倒霉还在放着风筝啊？搞得我以为观音下凡了呢，害我在大马路上跪了半天。朋友想尝尝我的苹果，大家是了解我的，我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，我这就削给他让他尝尝。老妹儿啊，咱俩先处着呗，上边去，没看到我在撩妹吗？没眼力劲儿。朋友跟我说，他家的哈士奇太皮了，老是拆猫，让我帮他出出主意。我告诉他让他拴起来，后来他告诉我拴起来拆得更厉害了。养狗千日，用狗一时，只需要这么一个装置，剁肉馅的重任就交给你了，狗绳子。马上过年了，怎么能少得了吃大锅饭呢？这么说吧，自从有了这辆灶台车，我的家族地位提高了不少呢，都得给我客客气气的啊，否则我连锅带灶台全给你们拉走。兔崽子，到处乱咬东西，以后还要不要了啊？你最好以后给我老实点，听到没有？喂，狗剩子，受委屈了，受委屈就干他，不用怕他，我给你撑腰。你刚才打谁呢？啊！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我，你别拉我，让我干他，你别拉我。